今年以来，俄罗斯及其盟友都承受着巨大压力。尽管俄军在叙利亚战果颇丰，叛军武装几乎丧失了大规模反击能力，但这依然难以掩盖俄罗斯在其他方面的窘迫。首先，叙利亚战事出现转机不假，但毕竟该国领土并未全部光复，战场上瞬息万变，没有人能够保证俄叙联军能够达到心中所想。就像几年前，美军同样预料不到今日会如此尴尬。再说了，美国并未完全失败，该国仍然有能力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，令叙利亚重建事宜难上加难。安倍另一方面，伊朗这段时间一直都被美国封锁，除经济制裁、限制石油出口外，由于在波斯湾一带的大批美军战舰甚至随时可能向伊朗动手，俄罗斯处境艰难，当然不允许自身腹背受敌。因此，随着局势恶化，俄军开始向伊朗运送大批武器装备，并将原先寄存在俄罗斯的伊朗浓缩铀悉数归还了伊朗政府。日本自卫队士兵